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主题呢，就是带着花花工作加玩乐新竹一日游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影片的赞助呢，就是我们的 GoGoLo， 噔噔噔噔 ，GoGoLo 呢，他们推出了一个全新的 GoGoLo Delight 的车款，它在里面呢，就是完善了很多女生很需要、跟女生很喜欢、很必备的一些功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等花花拍完，我等一下慢慢的再一边慢慢跟你们分享。花花现在正在检视她刚刚拍过的照片，认真的检视当中。趁这个空档呢，跟大家先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全新的 GoGoLo Delight 的车款，它在它的侧身这边就有一个很漂亮的文字。好，现在花花呢就是很 gay 掰的假装在工作，还是在玩手机之类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情境是什么，情境是一个很热的老板娘。不要吵，他叫我不要吵。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好奇，我们平常拍摄的时候就是要拍什么，就是怎么知道拍什么？其实呢，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啊，品牌他们都会给我们一个，就是一个大纲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需要哪几个画面。然后像这一次呢，品牌他就给我们一些拍照的重点，像他可能要我们拍就是全身的照片，加上车子啊，或者是会想要展现出他那个为女性设计的一个 logo 啊，或者是他们的整个车身的流线感啊，还有可能就是有了杯架，还有一些防护的那种软垫啊。然后大家应该知道我平常就是骑 GoGoLo 嘛，那这一次这台车呢，我骑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有感的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就是挂包包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脚膝盖软垫的部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感。因为你知道每次膝盖都会撞淤青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，因为可能我坐比较前面还是怎么样，但是我发现很多女生膝盖都会撞到淤青，然后它这个就是有做软垫，所以呢它就是可以帮忙你做一个缓冲，然后不会去撞到膝盖。对，然后它还有一些功能，像比如说灯啊，跟它的灯会比较延缓关掉。我觉得这对女生来讲真的超安全的，因为有时候如果坐在巷子里面晚上暗的时候没有灯，其实很可怕。但是它这个呢，它就是会延后关灯，等于是会有一个光照着你回到家里面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等花花继续拍，然后等一下再给你们记录，然后晚一点的话我会带花花去吃饭，然后带他去新竹的咖啡厅，因为新竹开了其实很多很多咖啡厅。没错，好，那就先这样子，我们继续拍。他现在不知道在哪个场景，我不知道他刚刚是想要表现出什么样的感觉，他要表现出他靠在 GoGoLo 车上拍照的感觉。我就想问问谁会这样拍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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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那你那个双人部分，你给我哦，双人哦，对，双人。我们不先拍细节吗？不先拍他什么杯架、挂钩之类的。来，你再讲一次，我帮你截录，再放50遍。他们现在要拍，表现那个车身很低，然后女生也可以踩得到地的画面。我跟你讲，像我这种91公分的小短腿，这真的是一大福利。我们现在呢就是准备要回家了，然后花花给摄影师开车载他们，就是先回去，因为我怕花花晒伤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2点钟的时候呢会再就是出来走，因为12点到2点钟太阳真的太烈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把东西都放一放。我们现在回到家里了，外面真的太热了，你看我的脸都已经晒红了，然后整个大爆汗。我们现在先躲回家里，避开这个正午的这个超级超级炎热的天气，然后等到等一下太阳稍微小一点之后，我们就要赶快赶紧我们今天的咖啡厅之旅。我要带花花去一些咖啡厅，我很期待哦。对，然后放这里就好了。哇，超大容量。
颗星的，不是硬要自入，它真的很大啦，这倒是真的。刚刚是新的，我还很怕放不下。我们现在呢要去找别的咖啡厅，因为呢，就是 Lila 她只到两点，她说只到两点，但是她网站上面是写到三点了，但我们刚到现场，她说到两点就没有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咖啡厅。我想带花花去三岛，因为我觉得三岛很棒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在 Seven 这个地方停在他的这个车位，就是稍微先找一下地点，因为我有点小路痴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一下。好，等一下见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要来三岛咖啡。我刚把车子停好了，噔噔。好，我现在停好车了，然后我们要去三岛咖啡。我刚刚请花花先进去，那我现在呢也要进去跟他会合。噔噔，乱塞乱塞。它这个地方呢有这个香氛呐、啊，这你应该知道了。你们看花花这个笨蛋，钱包也没有拿，好，东西都摆着。你看出来找钱包的人，笑死！我刚才想说我可以先点三岛咖啡，耶、yeah ！进去进去。吃完那个三岛了，在这边三岛咖啡，没错，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点。下一个点我想带他去，本来想带他去吃 Lila， 可是因为我想到了 Lila 他吃太多菜了，我觉得花花挑完之后应该就没有东西可以吃了。会很饿吗？我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对，所以我决定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市区，我想带他去我最喜欢的二三咖啡。我最喜欢，你真的很夸张。我最喜欢，我会很期待哦，我会很期待。我很喜欢，好，二三咖啡。如果没有人的话，我们就吃二三咖啡；如果有人的话，我们就先去那个名副其实，好，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店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我们的车又到了，噔噔，自入好，自入好，自入满，真的。噔噔，为什么打开呢？因为我拿外套。有香吗？有吗？哎、欸，还真的有哎、欸，真的。你最好是给我戴着口罩给我闻哦、喔。你刚刚是不是也是？我刚刚也闻不到，我把口罩拿下来闻。有、欸、有这个痘痘的味道。啊，有有对不对有？真的有。有香香的。到了。它香香在这个地方啦。人有点多，但是旁边窗户那一排还有几个位置，如果我们二楼有位置的话是最好，因为二楼很可爱，好，大桌也很可爱，但是我的头发真的好丑。大桌就需要跟人家并桌，但是并桌其实也还好，就是我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，嗯，因为大家也都是，而且跟人家并桌有个好处，什么？你们都没有入境，我跟你讲、啊，跟大家并桌有一个好处，什么好处？你可以听别人在讲什么。你耳朵可以当，我没有这么想知道别人讲什么。哎、欸，很精彩，很多，你知道很多精彩故事吗？对，前面过马路，有很多精彩故事，而且你会听到各种感情纠纷啊，谁爱谁，谁又爱谁，谁劈腿谁，我觉得帮他们分析一下，很赞，很赞。晚餐想要来这家吃，我请花花先进去问有没有位置。它这边真的超漂亮的，很漂亮。然后有两层楼，这家我还没有吃过，但是很多人都跟我说很好吃。有吗？那帽子给我，我去停车，你先进去。它都停车都在后面那里。好的好的，那你给我。好好好，你先进去，你先进去。嗨，各位，我停好车了。然后刚刚花花已经先进去店里了，店里有位置。没错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。好，这我第一次吃，哎，这家
其实真的蛮红的，名副其实。然后他跟那个乔桌子是同一个老板，然后跟我很喜欢吃的那家餐酒馆也是同一家，也是乔桌子他们的。好，我现在要去找花花了，就这样。它这边晚上开灯之后很漂亮，不过最漂亮的还是你。我问你要自录。晚上它这边灯就全部都打开，你觉得这边好吃吗？我觉得还不错。那你觉得它的装潢美吗？我觉得装潢很漂亮。那我真的觉得再次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吃饱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改用手机录，因为我的相机不知道怎么了，他只要一提到伊娃，他就真的，他就停止记录哎，所以我没有办法。我吃了三次，不止吧？三次，对，反正我们现在就吃饱，我们吃超爆饱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想说散步两圈，然后等一下就再骑车回去，没错，然后我们就是很饱，然后我们还硬要点一个冰。还有一个布丁，对，我们仿佛去了两间店的概念，吃完就是一整组，对，日式套餐那一型的，对，但是其实还不错，唯一缺点是那个冰，哦，它真的是融化超级快，五分钟全部是水，全部是水，比外送还夸张，真的很夸张，就是不知道哎，是比雪花冰融的还快的那一种，对，超快，没错。那你觉得今天餐厅怎么样？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而且那个餐厅我觉得它晚上开灯之后很漂亮，看起来很美。对，那有比全新 GOGO 楼抵赖还美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我们真的很不擅长哎、欸，很不擅长哎、欸，好逊啊，这样啊。哇，你看起来很会骑车哎、欸。对啊。嗯。我看起来厉害。很适合这一台，我觉得你很适合，我觉得你也可以买一台给我啊，因为我觉得我也蛮适合、啊。不用吧？我觉得这个、欸、是不是录我就可以啊？录你什么？你现在有在录吗？有啊。那录我为什么就可以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不能录吗？对啊，现在已经录了三十秒，超过三十秒了。三十秒，我是最长的一段哎、欸。真的。好了，那你们趁现在赶快补一下这个。决定要带花花来全新竹人都会来的地方，我觉得这个蛮有道理的。新竹人呢，不是在巨城，就是在 Costco， 如果都不在呢，就是在前往这两个地方的路上。有道理，这里就是带我来见识一下，对，见识一下新竹人都去哪里，好不好？我相信应该没有新竹人会有意义吧。巨城与 Costco。现在顶多多一个竹北大圆班，好，大家来见识一下，见识一下我们的巨城，见识你们的巨城，这到底什么介绍开场？怎么样，我们的巨城大吧？嗯，蛮大的，还有一二三四五层楼，不止，那边还有，上面还有，那边还有，怎么样？有，真没看过这么大的百货公司，在新竹。没看过。我们刚刚在玩估价王的游戏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一个都估不到。有估到一个，哦，估到一个。我们在超像盘子的，就是它可能是699，我们都全部猜什么1499之类的。我估了它七个，只中一个哎。我不知道这次的加视频真的蛮可爱的。真的。对。这好可爱哦。花花来买它的底下的零件，它的零件被它的猫弄坏了。他要来买他的球球，我买了泡芙，好吃的泡芙，买了八颗回去，他带走可爱，20周年。Thank you.
去，25分车，赶快去，拜拜。